大家好，你现在所看的是黑袍对战 CCCP， 主角是世界全能战神，你又史上第一人，兄弟我苦啊，帮忙点个赞，顺便来波关注，同时请正经评价。地图是六，此时阵型是两 B 两三楼一外，直奔铁板，来到高低巷，小跳查看 B 通有人后退，同时四杀到，又迅速返回穿射，却被狗蛋抢了人头，二头也击杀，跳上来再穿射，逼退对方的进攻，反复穿射被定。此刻爆点外场人多，进行对各个位置进行搜点。此时 B 通发现有人前去增援，对方已在近点架墙等待奶狗身亡，恩神补枪击杀，继续瞄准土匪闪现点射，在预判位置瞬间击毙，非常骚的操作意识与手法完美结合。此时阵型两 B 一三楼两外，手持 O 三随时爆闪，想再抛出 O 三，此刻外场人多，拉出时仓库与红箱同时来人，先打左边，同时退回，急停瞬间爆头，再跳上箱子穿射，又在跳上箱子时晃枪击毙。外场还有先换弹匣上箱狂穿，狗蛋身亡，淡定架枪甩枪击毙，打算主动找人。正想去仓库时突然受袭被杀身亡，恩神想瞄准再打，可惜错过了 0.3 秒。此时阵型 1B 两三楼两外，快速扔出 B 通屋三，同时来到铁板，双方的道具铺天盖地，恩神踏步而来，狂点爆头，白银的把握刚刚好，又抛出道具迅速退回到铁板，来到负二层左管，以破架枪瞄准，没有看到人，进步回到铁板看逼通，来到高低箱查看，前去查看近点，黄房有人不断的传射，右上箱子继续穿墙，狗剩基地一人，爆点匪听，还有迅速上前穿墙爆头，对地图的理解已经熟透了。来到下半场，此时阵型全内场，帮忙扔出地图，架枪瞄准非常自信，主动拉枪线，认真搜点移出，角落有人，淡定对枪击杀，左边还有甩枪击，换上杀鹰队友相继杀敌，下腹二层助阵，不断的传枪，C 四安装返回铁板，最后一人在外场，狗蛋上前，居然二狗身亡，上前捡起杆，对方还在三楼，直接穿房顶，停止追击，避免过多的损失，要及时止损。此时阵型仍然是全内场，
团队要进攻内场阴神殿后卡 B 通，迅速扔出 B 通道具，同时狗蛋炸飞一人，穿射 B 通前压，突然有人甩枪击上，在查看角落猛然回头晃枪击毙，快速出铁板，二狗阵亡，迅速上三楼，正想查看时狗顺击毙最后一人下棋剑。